早上九点钟，一群中和积穗国小三年级的小朋友开心的聚集在文教中心，因为今天有他们最喜欢的一节课。我是故事妈妈，我要进来讲故事。我是张玉田，台湾人。那我在积穗国小讲故事已经十几年了。刚开始的时候是进学校是辅导学生嘛，辅导课业辅导，然后到今年都24年了。就是后来有兴趣跟小朋友就是互动，然后觉得用讲故事的方式，蛮开心的，蛮快乐的。来，往前走，等一下这边我们有试排，我们后面的这边排过来这里，后面的排过来，向后一大步，向后一大步。小朋友好，我是甜甜阿姨好。甜甜阿姨讲故事时间到喽。然后我们今天甜甜阿姨要讲的故事是印尼的传统童话故事《聪明的西路》。那想这本绘本可以让小朋友来表演一下，觉得有时候让孩子跟我们一起讲故事，然后会加深他的印象。因为觉得故事就是也是让孩子去体验故事里面的角色，更让小朋友会记得更深。甜甜阿姨就选几个角色让小朋友来演，好不好？好。哇，来，我们需要有一个小朋友，有人有意愿吗？是你哦，好好，可以，好，你走过来。然后我们这小智好，然后再来，我们要选一个老人。那这个老人呢，也不能太胖。那后面这个小朋友好不好？好，我们选这位小朋友。来，你来当老人。这个小朋友，等一下，他是一个小男孩，蹦蹦跳跳的走过来，所以这个小男孩要唱两只老虎，好不好？会不会唱？我们练习一次，好不好？一二三，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。拐杖，他走不动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有一个老人哦，他拿着拐杖，一拐的走路啊，对，好，那我里面有两只蜗牛，对不对？请两个女生，没有，这两个长得有像，好，可以。选定好演出学生与角色，这场由大家所一起参与演出的印尼故事《聪明的西路》即将开演。有一天啊，一个炎热的午后，西路走来走去，好累哦。那他就要想到湖边去，怎么样？喝水。当他要喝到第二口水的时候，哇，老虎跑出来了。我已经一个礼拜没有吃饭了，你是我的晚餐。结果西路他说，我知道你一个礼拜没吃饭，可是我实在是太小了。然后我说我饿极了，西路说饿极了就找个活人来吃，那才什么过瘾。老虎怎么说呢？那西路人长得是怎么样呢？西路就说啊，他有两条腿，世界上最强的动物。那老虎就很不屑，真的吗？结果西路就叫老虎到旁边等，等。西路说：“看，有个小男孩，蹦蹦跳跳。”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。老虎就很不屑说：“那是人吗？”那个西路就说：“等一等，他只是。”等等，就有一个老人一拐一拐的走过来。这个老虎看到了，说：“这么瘦，怎么你想骗我吗？人这么瘦，我怎么吃它呢？”他说：“
不不不，它不合你的胃口。老虎说，再没有人来，我要吃掉你。结果小虎说，嘘，前面有一个身材高大、肥壮的身体，然后脸颊红润。结果那个老虎直接就扑到那个猎人的身上去。猎人看到他扑过来，怎样呢？直接用枪砰把他打死掉。希鲁说，哈哈哈，还好还好，老虎已经死掉了耶，不会再来吃我了。希鲁就得救了。好，那希鲁呢又到河边喝水。跟他到河边喝水的时候，哇，哎呦，我的脚，我的脚，谁咬我的脚啊？鳄鱼咬到了耶。希鲁很聪明哦，他虽然右脚被咬住，对不对？他说啊，鳄鱼你到底知道什么叫木棍跟鹿腿呢？他说，你骗我，这只不是木棍。然后希鲁就说，哎，鹿腿在这里啦。哎，鳄鱼听到马上把嘴巴打开来了。结果希鲁怎么样？拿掉好了，就跳走了。他很得意哦，他就走路哦，一边走，哈哈哈，好棒好棒哦，你看鳄鱼也是没有办法吃掉我哦。他就很得意，他说，哎，瓜妞瓜妞，我刚才啊把鳄鱼给骗了，他根本分不清楚木棍跟鹿腿耶。哇，你们看他这个样子啊，那么自大，他想要消消他的锐气，就跟他讲说，我们来赛跑哦，我们从这边的大石头跑到对面山上的一棵大树，看谁先跑到就赢了。知道希鲁怎么讲？哈哈哈哈，这个慢瓜牛、笨瓜牛，你一定会输。一二三，开始跑！哦，结果希鲁一直跑跑跑跑跑跑跑，跑到一看，大树下竟然看到瓜牛已经先到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瓜牛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们再比赛，再到那边大石头去。来，开始，一直跑，哎，怎么可能？我绝对不相信。跑来跑去，跑了好几次，后来他是怎么样了呢？他气喘吁吁地说，啊，瓜牛，你赢了，我输了，我输了。哎，怎么忽然间有两只瓜牛？不是一只而已吗？希鲁，你傻傻的骗过鳄鱼，现在你也不分不清楚我和哥哥呢，表示说什么？这个是双胞胎兄弟是不是？对，我喜欢甜甜阿姨讲故事，因为她讲得很有趣又很好玩，她讲话好像会跟小朋友互动，感觉很好玩。来，小朋友，聪明的希鲁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骄傲了会变怎样呢？失败，就会失败。所以我们遇到很怎么样，很得意的时候也不能太过得意哦。好，我们给这个两个小朋友，来，还有那两个小朋友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老师用演戏来讲故事，我觉得很好玩，因为中间先听故事很好玩。